次本来是在8月24号要有一个配合台中市政府文化局的逍遥音乐厅的这个演出，安娜也是知道我们国乐团这边由我们这边的领衔来做演出，但是因为今天接到消息是因为台风要来，所以临时可能改到9月1号，就是星期六的晚上，现在改日期了，9月1号星期六晚上，也是在我们这个丰原区公所的后面这个展览，就是表演的这个广场上面呢，我们那个在那边表演呢，除了我们国乐团以外，还有我们有邀请到文化局邀请到殷正阳，还有摇滚乐团都要来做演出哈，一系列的演出，还有现场哦，我们丰原是糕饼之都，所以我很感谢我们现场有丰原的知名的糕饼店呢，提供了很多非常好的糕饼，现场我们分糕饼给各位享用，听音乐吃糕饼，还有喝咖啡，非常温馨的哈。啊，在会场中呢，我们穿插会有很多的磨彩品可以磨彩哈，除了手提琴，还有一些乐器啊，另外还有糕饼，都有很多可以磨彩的，所以奖品非常丰富，也希望各位乡亲哈。利用一个台风过后的那个星期六的晚上，我们能够在这边大家一起听音乐放轻松，还有吃糕饼喝咖啡，享受一个美丽的夜晚。